谢维忠，徐志全。三站，现在我在的位置就是湖国路，在湖国路，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就是谢维忠的服务处，湖国路一号出口，芝山站。芝山站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往下走。这里是谢维忠的服务处，湖国路。以前这边最早是谢长廷的服务处，再来就是高建制立委，然后接着就是庄瑞雄，市议员。现在是谢伟忠市议员的服务处。谢伟忠服务处的地点很靠近这个捷运，这个芝山站。